知道吗？我当年也是管乐队的，我非常。你吹长笛？是的。有眼睛的人都看得出来，这不是长笛。因为我的长笛生锈了。哎。好吧，我们是不是应该要让我们比较专业的表演团体出场了呢？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的管乐旗队？我们的管乐旗队可是连续18年荣获台中市音乐比赛室外管乐的第一名哦。那我们大家鼓掌，欢迎我们的管乐旗队带来的精彩演出。
转型为室外行进管乐，我们就会搭配着一队跟几队出来表演啊、哦。所以我们再带最后一首表开场表演哦，五月中风，来各位学长姐举起双手，为他们啊掌声加尖叫耶！